怎么好像学院风哦？感觉你变大学生了。V 的那个图案就很像有学院风的感觉。对，大学生。可以再加个帽子，就又是一个很要出去玩的感觉。感觉这感觉就像是你刚刚来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件洋装，就直接过来了。对，然后他是做有点公主，这算公主秀吗？嗯，对。蓬蓬的公主，蓬蓬的公主秀的感觉。不过它这边有一个束口，就是会让你感觉起来这边手臂会再更细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不会整个就是蓬的很夸张，或者像一般的女装那样子，就整个很散，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壮一点。但是它有缩口就不会，就有修饰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它弹性也是超级好的那种，是棉质的。对，它是棉质的部分，然后弹性超好。杜维可以看一下侧边吗？侧边还有空间吗？有，还有，还是有空间的部分。所以其实这个穿到身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那它这个背面有拉链吗？没有，它就是一般棉质的部分。那你套的时候好不好套？对，套的时候很好套，因为它弹性很好，就是这边领口的部分就是可以完全很好直接穿脱。OK， 那侧边的空间也都还是有的部分。都还是有。OK， 所以其实侧边是都可以的。对，那如果就是你觉得裙子有点太短的话，也可以搭像我刚刚的那个内搭裤，对 ，N0049 就是那个有布蕾丝的内搭裤，直接，它有一个衣架，对，那对，你就是直接，如果你觉得太长了啊，就是太短了，你会害羞，你其实也可以搭个内搭裤，其实也是 OK 的，对，然后就穿起来也是不同的感觉，对。好 ，OK 吗？所以其实可以看你自己想要怎么穿是都可以的。这一件的话是可以哺乳的哦，它的哺乳口在哪里呢？是在这边，这个侧边有没有？你看它做的很隐形，在这个侧边有这个拉链的部分。隐形到我刚刚都没有注意哦。哺乳可以哪里可以哺乳？还在找。我刚刚有看到你的脸肿了一下，就有哺乳吗？对啊，在这边。有，它的侧边是做哺乳，而且它是两边都有的哦。对，两边都有的哺乳口设计。所以其实这件也是可以哺乳的，它有两个颜色，好不好？白色跟灰色。对，好。超级遮肚，对啊，它真的超遮肚，因为它就是做，因为它刚好下面裙摆的地方又做的有点，荷叶，对，伞状，它就是刚好把你女生最胖的地方都遮住，就是肚子啊，然后大腿、屁股全部都遮起来，对，该遮的都遮了。而且你看这样子正面看起来啊，你先不拿灰色。正面看起来其实也不感觉有怀孕欸，对啊，就是你那个肚子看起来也不会，就是没有看到那个，其实因为你现在是怀孕，有肚脐有凸出来，对对对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凸肚脐的话，其实感觉起来也都不像是有怀孕的感觉。我就这样走一走，试几套衣服，他自己就突然变凸的。有，他就是嫌也想要就是秀，对，他也想要出一表演一下，侧面就这样，好可爱。